吴绮莉呢日就出席腕表发布会，提到女女卓林早前传出同另一半分开咗，吴绮莉又有冇同卓林联络呢？我觉得经一事长一智啦，每样嘢都系咁学习系啦，即系不嬲啲朋友都知道我人好急啊，好快啊，又好硬啊，咁而家开始学扮一只好大只嘅小鸟，都系嗰句啦。屋企永远嘅大门都为你而开咯，咁系咯。同场嘅张文慈之前就俾狂迷骚扰，仲要去警署备案添啊。简单讲就系我觉得有啲嘢如果真系超咗你底线，要我觉得就要保护自己嘅时候，我觉得系呢个时候要做呢个决定咯。咁但系我都想讲，其实系个别事件嚟嘅啫。我同其他嘅 fans 嘅关系都系一样咁好嘅。咁同埋最紧要就系、是，就是、希望而家呢件事都过咗去，就由佢过去咯。希望佢即系希望大家就忘記咗佢咯，咁除非如果佢之後仲有咩嘅任何行動，我都會即係保持，即係保留即係到時最緊要唔即係唔好搞我屋企人啊，唔係即係我就會點做，係啊，採取行動啦。